容嬷嬷，奴婢在。你不是陪着格格吗？怎么把格格教成这样？鞋子帽子全飞了，怎么回事？奴婢该死，奴婢教不会《还珠格格》。小燕子，看你是什么样子，叫你学规矩，怎么越学越糟啊？看看你的样子，服装不整，横眉怒目，成何体统？皇阿玛，我豁出去了，这格格我不要干了。你要是砍不到脑袋，我也只好认了。反正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嘛。你以为格格是什么？随你要干就干，不要干就不干。来人，给朕把还珠格格拿下来。是。皇阿玛，你真的要砍我脑袋吗？你如此嚣张，如此放肆，对于你朕已经一忍再忍，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朕不要你的脑袋，朕要好好的教训你，打他二十大板。皇阿玛。皇阿玛请息怒，还珠格格是金枝玉叶，又是女儿身，恐怕经不起打，不如罚她别的。皇上仁慈，五阿哥说得很对，格格不比男儿，不是奴才，皇上请三思啊。是呀是呀，皇上，还珠格格身体娇弱，上次受的伤还没有全好，怎么经得起板子呢？皇上千万不要冲动啊。皇上不要冲动啊。你知错了吗？我最大的错就是不应该当这个格格。给人打，谁都不许求情。还等什么？打！朕要亲自看着你们打，重重的打，重重的打。手下留情啊，皇阿玛！再打二十大板！现在你知道了“君无戏言”是什么意思了，不要再考验朕的耐心。朕严重的警告你，再说不当格格，再不懂规矩，我绝不轻饶你。如果你再胡闹，当心你的小命。不要以为朕一次又一次的会纵容你，听到了吗？赛威赛广，招胡大姨给他瞧瞧。张。皇后啊，上次回疆进贡的紫金活血丹，朕放在哪儿了？在你书房里。容嬷嬷，跟我去拿。扎。令妃，你照顾一下她，给她分析分析道理。
臣妾知道。小燕子，怎么样？现在皇上和皇后都已经走了，你如果想哭，就痛痛快快的哭吧，不要憋着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幸好打的不是紫薇。